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冰淇淋老师。今天我要分享的故事是《八警官与狗利亚》。诶，八警官在哪里呢？啊，在这里。那狗利亚在哪里呢？在这里，没错。他们在做什么呢？啊，好像在跟小朋友们玩，又或者是在跟小朋友们讲事情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吧。拿玻璃症的证明都知道，八警官最爱研究安全守则。每当他想到一条新的安全守则，就马上用大头针钉在告示牌上。来看看他最新的安全守则77。绝不站在旋转椅上。现在八警官正在对拿坡里小学的小朋友们演说安全守则，可是根本没有人在意，他们不但不听他讲话，还打瞌睡呢。演讲结束后，一切就像往常一样，校长塔波女士把钉在墙上的欢迎布条拿下来。八警官警告他不要站在旋转椅上哦，但是塔波女士没有听见。有一天，拿波里警局买了一只警犬，它的名字叫做狗利亚。从那天起，每当八警官去学校发表安全守则的演讲时，狗利亚就会跟他一起去。各位小朋友，他是狗利亚，八警官说。狗利亚很服从我的命令哦。狗利亚，坐下。果然，狗利亚马上就坐下了。八警官开始宣布：安全守则一，鞋带一定要绑紧。这时候，孩子们突然都张大眼睛，坐直起来。诶，狗利亚。八警官转头看看，狗利亚还坐在旁边吧？没错，他是安静的坐在旁边。安全守则二，八警官继续说，不小心洒出来的水一定要擦干，否则会害别人跌倒哦。这时，小孩们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。诶，狗利亚。八警官又回头看狗利亚一眼，乖狗狗，他说。突然，八警官想起那天早上他才想到的一条安全守则：不要把图钉放在你有可能要坐的椅子上。这时，台下的观众突然吵闹了起来。你看，狗利亚怎么跳起来了？八警官傻傻的微笑，他说。还有很多精彩的守则还没讲呢。台下的观众高兴的直拍手，有一些孩子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。八警官非常的惊讶，他从来不知道安全守则会让观众这么开心。哦，小朋友，为什么八警官讲安全守则会听得很开心，甚至高兴的拍手呢？对，你们发现了吗？狗利亚在表演八警官的每一条守则的状况耶，好厉害的狗狗哦！这场演讲讲得非常顺利，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。第二天，信件像雪花般的来到警局，全部都是拿坡里小学生寄来的感谢函。每一张感谢函上都画着狗利亚。八警官觉得每一张画的都很有想象力。他最喜欢的是一张心形的信纸，上面写着：你和狗利亚是最佳拍档，你们的朋友克莱尔。 PS， 我会记得戴安全帽，安全守则七。八警官用大头针把克莱尔的信钉在布告栏上。这时，电话开始不停地响了起来。
好多小学、国中、幼儿园、托儿所等学校都打电话来询问有关安全守则演讲的事。八警官，他们说，我们的学生想要听您的演讲，而且请您一定要带警犬狗莉亚一起来哦。八警官已经去过313所学校发表他的安全守则演讲，他和狗莉亚每到一个学校，学生们都坐得好好的，专心听演讲。每场演讲结束，八警官都会买冰淇淋给狗莉亚吃。八警官很喜欢有这样的一个伙伴。有一天，八警官和狗莉亚到一所州立大学演讲，电视台的新闻节目还录下了这场演讲。当八警官讲完安全守则99，不要在打雷的时候到户外游泳，学生们都跳起来鼓掌欢呼，好极了，再来一个，他们高声地喊着。八警官弯下腰，鞠躬再鞠躬。哇，小朋友，你们觉得学生们是在为谁欢呼呢？哇，你们看狗莉亚在表演什么呀？哇，是被雷劈到的样子耶。对耶，大家好像是在为狗莉亚的表演欢呼耶。诶，但是八警官知道吗？他好像并不知道。他以为是为什么呢？八警官以为大家喜欢他的安全守则啊。那天晚上，八警官在电视的晚间新闻上看到自己演讲的实况转播。哦哦，看到演讲的实况转播，八警官知道了大家其实是喜欢狗莉亚的表演，并不是自己的安全守则。第二天，拿破里小学的校长打电话来警局。早安，八警官，别忘了我们学校演讲的时间快到咯。八警官皱起眉头，我才不要再发表什么演说了，反正也没有人注意我。这样啊，波塔小姐说，好吧，那么狗莉亚呢？她能来吗？你们看，八警官写下第100项安全守则，不要背对一只陌生的狗。警局里另一个警员带狗莉亚去了学校，狗莉亚孤零零地坐在台上，后来她睡着了，小朋友们也睡着了。狗莉亚离开后，拿破里小学发生了一个从来没发生过的大意外。意外是由一块小香蕉布丁开始的。啪啦扑隆哗，所有人跌成一团，一路撞向塔波女士。塔波女士发出一声尖叫，不小心甩掉了手中的锤子。第二天，一大叠信件送来警局，每张信纸上都画着这场意外。八警官觉得很惊讶，这叠信件的最下面是一张心形的小信纸。八警官微笑地拿起这张信纸，上面写着，狗莉亚昨天非常的想念你，你们的朋友克莱尔。 PS 别担心，当时我戴着安全帽，安全守则7。狗莉亚在八警官的鼻子上重重地舔了好几下，而八警官也拍拍狗莉亚的背。他们和好了，因为他们发现八警官与狗莉亚一起合作才是最棒的。突然，八警官又想到了一个最棒的安全守则。安全守则101，不要让你的拍档落单。故事说完啦，最新的安全守则101是什么呢？对，就是不要让你的拍档落单。你的最佳拍档，你的好朋友有谁呢？
分享你和你的好朋友一起做过哪些事吧。我是冰淇淋老师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